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成菩提。好，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是农历七月份的圆满日，所以农历七月份，大家就像前天，大部分人有去参加供佛斋僧、诵地藏经、大蒙山施食。我想，所有的不分在家、出家、佛教徒，都很愿意，这也是人的本性。现世父母福寿百年，其世父母历代祖先都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整个七月份很多人守斋戒、广修功德、诵经，那么这个就是佛教的基本孝顺。我们能够孝顺自己的父母，而了解了所有的生命在轮回的过程都做过我们的父母，所以而发起了地藏本愿。所以地藏经里面，地藏菩萨看到佛的庄严而发起菩提心，而问佛如何跟你一样将来能够向好庄严普度众生。所以佛就告诉他啊，只要你发起为六道众生广设方便，令其离苦而愿成佛的菩提心就可以。地藏王菩萨又示现成一个国王，看到自己国家内部种种的乱象，所以呢他就发愿，另外一个国王说他要早一点成佛，一切自如来能够让他的百姓早一点离苦得乐。那我们地藏王菩萨做国王的时候，发现所有的百姓人们都离苦了，我才成佛，为他们而努力，这就是地藏王菩萨。所以甚至地藏经说，光目尼、婆罗门尼，为了在世不信因果堕落轮回，乃是投胎为卑贱人的母亲，为他供养三宝，为他发愿，乃至呢有佛菩萨的加持进入了地狱，而看到了地狱苦而发起了地藏本愿，因为这样的父母得到超度。但是地藏菩萨又答应了释迦牟尼佛，在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了，将来在弥勒菩萨还没有示现之前，这56亿7000万年，地藏菩萨答应佛陀，绝对要让所有六道众生都能够不入三恶道，只要跟一佛一菩萨结缘，
甚至地藏王菩萨会守在地狱的门口啊。那这个人只要有一点善根，哪怕念一句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如果能够了解万法心改变世界，就改变的心态啊，马上就可以脱离地狱。这一念的清净，一念的善根，所以就能够马上脱离地狱。地藏王菩萨这样来加持他们，所以我想我们纪念地藏王菩萨圣诞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像今天一样，大家以出离心说八关斋戒，然后呢发起对所有众生孝顺的菩提心和精进的修行。所以八关斋戒功德很大，可以达到世间的福报，可以达到解脱的功德，也可以成为成佛的资粮。所以我们的动机决定我们的命运，所以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发心。我们来念一下，来，对自己有惭愧心啊，这是修行的基本。所以各位永远不要骄傲啊，骄傲就看到自己的优点，但是看到众生的苦，那我们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有惭愧心来修行，才能够消业障。所以时时刻刻那怀着惭愧心，所以每天我们都要礼佛拜佛，消除我慢。再来，对父母有孝顺心啊，现世父母、累劫父母啊、七世父母、历代祖先，我们精进的大家都很会写牌位啊，一直想要来回向孝顺，所以对累劫父母有孝顺心。来，对众生有报恩心，那所有的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父母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对所有众生愿其离苦得乐，要有这个报恩、知恩、念恩、报恩。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啊，就像讨厌你的父母一样，那这样你就会舍弃对方啊。所以众生用各种的方法来成就你，所以我们修行就是为了报众生恩。所以不要利用众生，不要欺骗众生，不要嗔恨众生。那我们做生意就希望从对方赚多一点钱，那这个就是失去报恩心啊。所以今天我不管各位做生意做什么，就像你做医生开刀，哎呀，这个病人也是曾经是我的父母，所以感谢他来让我机会报恩，不要有个人金钱的利用的动机。但是现今的社会啊，讲到政治啊、商业啊，那五浊恶世就会变成一种攀权富贵啊，然后呢看不起贫贱，那这样呢你就失去了报恩心。所以各位讲到这个，不是光念，而是说马上回光返照，我有没有这样子真实对众生的报恩心。第四，对三宝有信心啊，所以我们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而不是说半个三皈依叫皈依，而是用整个生命来依止佛、依止法、依止啊菩萨僧伽，这样来引导我们的身口意。所以不要用自己的想法，要用法宝、用佛法啊，要亲近善知识，来追求成佛度众生，要对三宝有信心而发起的一个正确的发心啊。那皈依三宝啦，那就很重要，来，对因果绝对相信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持戒布施啊，所以我们受八关斋戒一个最重要就是要忏悔业障啊。之所以会生病，之所以会家庭不和，之所以会没有福报，这都是我们造了恶业啊。所以一点点的恶业，那只要你肉体存在，像目犍连，目犍连是个大神通，但是还被打成肉酱啊！啊，为什么？虽然你证了阿罗汉，但是你业障没消除，那阿罗汉也被打成肉酱。所以，就像佛已经成佛了，来示现在这个世间的肉体，它是个化身。所以，但是只要你身体存在，那累劫的业障还是会现前，所以佛陀被毁谤啊，
佛陀差一点被压死佛陀种种种种的腰酸背痛发烧等等等等。那佛陀也告诉我们，凡是有这个身体，就有这个身体的业报。但是释迦牟尼佛永不入涅槃的，为什么？他永远有视线千百亿化身，但是来利益众生。但是这个千百亿化身，那一样要有累劫的业障。所以佛陀这样示现给我们，告诉我们，那既然很多人趁愿要再来，乃至利益众生，乃至你要往生净土，但是呢，这个业障随时会给你讨报，痛苦的不得了。就像广化老法师打坐的时候，千百万亿的动物来讨命，活活的给他摔断一根腿，所以那变成没办法走路了。所以虽然老和尚这么精进，那各位看到很多大菩萨示现在人间，都有人间。玄奘法师在到印度求法，在要死之前那种痛苦还以为这辈子做错什么事。所以原来是因为他真心的付出，所以累劫的业障在他死亡之前消除了消除以后净化，直接往生兜率天。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怕痛苦来，那这痛苦，那各位就一定要有深信因果。那既然深信因果，首先就要经常忏悔。所以各位每天写牌位都要写我累劫累世所有冤亲债主，因杀业、因偷盗、因邪淫感情、因妄语、因喝酒吸毒，不管你遭受到什么样的逆境，那都是提醒我们。所以业障最好的就功德就是可以忏悔，忏悔我们就会精进如果没有业障现前，我们就会放逸了所以要对因果有信心那相信因果不是光修福报持戒布施，那当然相信因果，那我们佛教的目的不是说享受福报没业障，而是要解脱轮回。所以念一下，对轮回要有绝对的出离心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喜欢轮回，要不要爱着世间法，多少钱、男女快乐、世间爱情、儿女亲情，这些都是一种轮回那轮回你执着这个世间，执着这些身体，那你就会痛苦。所以这个身体我们解脱到叫臭皮囊，真是找我们麻烦了，生命的敌人但是没有这个身体，你又没办法升起出离心、惭愧心；没有这个身体，你又不能够去利益众生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执着，你一执着，我有我是心殿讲堂住持，那你又魔又来找你了我希望得到金钱供养，魔又来找你了。我希望我今天穿得这么好看，男人都看我两眼那魔又来找你了所以那各位要有绝对的出离，出离就是要放下这个我执。所以各位今天说八万斋戒，千万不要想着个人得到什么，我要解脱轮回。所以佛陀让我们这些在家菩萨不能出家者，那让我们能够受八关斋戒，也种下出家解脱轮回的善根，也叫解脱分所以今天不化妆，今天没有男女的欲望，今天过午不食，今天没有吃肉，那这些断除，今天不唱歌看电视等等等等，不睡卧高广大床，它就是要断除我们的种种的对世间的爱染执着。那不然呢，你就不能解脱轮回。特别你要行菩萨道，你想要利益众生，如果你要利益众生，那你有所爱染执着，那些就会伤害到你有自私就没有大悲心了，有执着就不可能开智慧。所以大乘佛教要我们利益众生，那你要天天读心经、般若心经，那你要有空性，没有空性没办法展现悲心所以各位要对这个世间的一切要无所求，放得下，只要我们精进修行，那必定能够回向。所以各位大家一定要解脱，好不好？解脱在你的心里面解脱在你的心里面，因为呢罪从心生，心灭则罪灭，
这才是真实的忏悔。在内心里面，阿罗汉就是达到无生法忍，不起心动念啊。就像目犍连他证阿罗汉被打成肉酱，他也不怨啊，他只有惭愧啊，啊，我的业障现前，更对佛陀惭愧啊，所以赶快要到佛前，死之前要跟佛陀忏悔啊，我不能一直跟着佛陀来感恩佛陀，我居然要比佛陀早入涅槃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因为深信因果的人，所以但是阿罗汉那当然会这么强调忏悔，因为阿罗汉想说我入涅槃什么痛苦就没有了。那菩萨不一样了，菩萨你生生世世要来轮回，现在看到旁边有穷人，你口袋居然没钱，那就代表你很惭愧，过去福报没修好啊，对方这么苦，我怎么没有力量帮助他呢？啊，对方这么烦恼，我也没有办法调伏对方啊，自己要升起这个惭愧心而精进啊，所以就是要对轮回的根本来自于贪嗔痴啊，乃至因为贪嗔痴造的业力，让我们轮回不已，所以要有绝对的出离心。当然，对轮回的痛苦要有恐怖心，才会升起出离心而虔诚忏悔。但是自己解脱轮回，那不是修行的重点。佛陀是生生世世为报父恩、为报母恩、为众生说法、为让众生成佛而来示现，所以大乘的乃至佛陀的一乘教法，就是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都可成佛，而不是光解脱轮回。所以佛陀要所有的解脱的阿罗汉要回向孝向大，所以《法华经》里面舍利佛、目犍连这些阿罗汉都被佛陀的感化而发起菩提心。佛陀授记在未来世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时间成佛、叫什么名字，就是鼓励这些已经解脱的阿罗汉要发起利他的菩心，成佛来度众生，这才是对佛陀最大的供养。所以要升起第七个来，对众生有大悲心，这就是入大乘门了。因为众生都是母亲，母亲在轮回受苦，我们有什么好的为个人解脱呢？啊，当然有人会问说，那对众生有大悲心，难道自己痛苦就不管了？但是时时刻刻忏悔业障，时时刻刻思维无我的空性，你就可以超越。但是呢，意念的众生苦，但是光对众生有慈悲心，看到那些老人生病、那些穷人，你光有慈悲心掉眼泪有用吗？啊，所以既然你有一大悲心，就要发起来为成佛度众生的菩提心啊，所以看到众生苦升起大悲心，所以自己一定要决心成佛，而且各位要越快成佛越好，最好能够一生成佛，当下成佛，不离佛性。然后你只要一直时时刻刻不离开菩提心啊。但是讲到菩提心，就包含了前面所讲的每一份心啊，惭愧心、报恩心、信心、孝顺心、因果心、出离心、大悲心，这个都不能离开的。而不是说我要修菩提心，但是前面都没做啊。甚至有些人说，我每天打坐看经典，我不需要去扫地，我何必做义工，我不需要去布施，我也不用忏悔，那你只是研究文章而已啦啊，研究学术，那菩提心跟你没关系啊。所以呢，那我们发起菩提心，那才能够真实利益众生，将来才能够成佛。但是你要成就菩提心，那你要把所有前面的因果心、出离心、大悲心真实去实践。一个发起菩提心的人，看到众生在受苦，他很惭愧，越惭愧啊，但是他会用各种方法来生命去帮助对方，也要感谢对方让他成就菩提的资粮。所以我一直引导各位不断的慈悲啊，所以我们这个叫慈悲自业啊。所以我常跟很多我们出家在家菩萨记住，我们叫慈悲自业，不是现实事业啊，不要谈钱啊，不要爱面子啊，路边都可以办法会，殡仪馆也很好。那一天我们跟湛勇法师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感谢湛乐法师，我们去供佛斋僧，隔壁十分钟有一个大湖牧场，
我才知道原来巨蛋也是坟墓场。远远看，哎呦，那个大坟墓是怎样？师傅，那叫巨蛋呢、啊，那就盖在坟墓场中间了、啊，啊，那时候是没有人敢要去的，所以就会盖在那个地方，所以要去那边做大烟供，点万灯万水，啊，在斋生法会以后，感谢湛乐法师的慈悲啊，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桃园就不用搞道场了，那个多好，而且两个管理员又看生命电视台，啊。因为就惊鬼的啊，管坟墓的一定要看生命事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取名叫生命电视台，其来有缘的。我哪知道，原来我们是在搞坟墓的啊！所以也上回有一个外国人来，带他去行天宫。哇，海涛法师，你搞这么多事业啊？因为前面都写的生命礼仪、生命工作了、啊。我说对啊，那就是我们的责任了啊！你要负责去超度了啊！所以我想各位要发起。那既然发起菩提心，怎么圆满菩提心？那你一定要来消除我执，思维空性啊。虽然你有悲心，你想要帮助众生而发起菩提心，那各位一定要去行波罗蜜。波罗蜜的目的是借由利益众生来断除悭贪、伤害、嗔恚、善乱、懈怠、执着，不然你没有办法成佛啊，所以既然发起菩提心，就要时时刻刻不离弃众生的。就像我去读佛学院，我师父说，第一名没有用啊，不离大悲心的分分秒秒那才有用。所以我也跟很多我们藏传的堪布格西说，赶快要跟他们讲，不要为了格西来这个佛学，是为了成就大悲心菩提心。没有大悲心菩提心，不要给他位置，你给他格西堪布就害了他啊。不要为了追求我要读完这本论，我要背完这个论，我要得到这个学位，我要从佛学院毕业，我要出国得博士，但是你却失去了大悲心菩提心。所以我就跟这些法师说啊，我看看我的思想啊，在台湾这些法师跑来跑去弘法，都不是佛学院毕业的。那不是佛学院有问题，而是说你的动机要抓好。就像各位今天来，我们身为法师有责任要告诉各位，来受八关斋戒的动机是什么？啊，就像有些菩萨，师父，我来里面做义工。我说你为什么要来？因为在家里没事干。然后你千万不要来。啊，你在这边制造我们烦恼，你在家里没事干。啊，所以就像说，师父，我来出家，你为什么要出家？我跟家里合不来，那您千万也不要来。啊，我最近没钱，那这些你来出家干嘛？制造我们的痛苦啊！啊，所以因为你的动机不对啊，你只是、无聊嘛，中午就来干嘛？你们这边有饭吃啊？啊，那你的动机不是为了要来服务众生，也没出离心。所以既然各位要发起大悲菩提心，那你要了解意念众生苦，为了众生苦不能想到自己，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要帮助众生。讲空性不是用嘴巴讲了，是用生命去讲的。不然有些人讲的啊，口沫横飞，恭维弄个看戏啊，但是你一点感受不了，他有一点悲心、爱心啊，他是数落我们的缺点。所以我想，就像一个父母爱子女，父母爱子女，谁谁都要骂他，但是他永远都关心着对方啊，在以这个悲心不舍弃对方来引导对方，可以。所以我想社会越进步啊，这一点就越糟糕。因为社会的进步，如果你去餐厅看看，你去车站看看，每人一部手机，咕咕咕咕，现在的行业要来做按摩最好了，对不对？他的脊椎一定有问题，他的眼睛一定有问题，每个人都在搞这个，那这些里面哪有爱情呢？对不对？他只会刺激你的欲望，但是你们得不到安定。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人跟人众生之间，慢冷漠掉了，冷漠掉了。甚至因为现在重环保啊，所以不能养狗，不能放生，不能怎么样，慢慢，鬼鬼卖修金爪，对不对？不能烧香，那人人信仰的能力都没有了。我没有点香，我怎么跟佛菩萨沟通呢？啊，因为这是他的习惯呢、啊。我没有烧金子布施，我怎么可以跟鬼沟通呢？总要有一个行为表示啊。
啊，透过行为来训练我们的心。但是因为文明进步以后，这一点就像我们有很多美国朋友啊、欧美朋友来，哎呀，没办法，我们人没办法做了。就像嘎谦仁波切给我说，我烟供啊，你烧一根，我就烧一根指头这样的，还没念完，已经香没有了。啊，也没办法，你烧大一点，人家就找你啊。所以，就像我昨天有个朋友说，我告诉你，你们在台湾布施多好，我们去美国不能布施，你拿便当给他吃中毒，他告你。啊，那我说那怎么做？那没办法做啊。啊，你要做很多细微，那你拿给他钞票太少，他不高兴。啊，那就不要做最好啦，免得麻烦呢。啊，就像印尼也一样，师父不要开车门，万一被抢怎么办？我说旁边有穷人，不知道他是不是穷人，搞不好人家要带枪啊。啊，那这个末法五浊恶世，你要做善事都有问题了。所以各位，台湾好不好啊？好啊，要爱惜台湾。啊，政府做做，我们念念，随便了、啊。什么事情好商量啊？情理法，你再不烧金子，高速公路那个纸车都会冒火的。啊，修淡薄啊，但是至少我们保留这个文化，没有这个文化，那我们也要找到真理不太容易的。所以，那各位刚刚讲的这几个心是我们的一个发心，那如何来圆满前面这几个心呢？那有两个重点，来，安忍心，念佛心啊。所以各位呢，你一定要忍住。你没有忍辱，那你就没办法修空性大悲心菩提心了。啊，照顾爸爸妈妈要不要忍辱啊？要忍啊，要忍。度众生更要忍啊。啊，虽然我们道理都知道，你脾气不好不行。啊，耐心不够不行。懒得思维哦，下课睡一觉。啊，像那一天我们年轻人说，师父我吃饱饭都喜欢躺一下。啊，那我们吃三餐不是躺三次，习惯躺一下，啊，他躺一下就睡着了，啊，下回我们八关斋戒躺着好了，啊，变成失身法，啊，所以那这就是说，虽然你发菩提心，我要发心，就你喜欢放逸躺一下，懒得思维空性，懒得思维众生苦都没办法。所以忍啊，念一下，生忍、法忍啊，所以这个生忍包括对环境、对众生，你都要忍啊。所以环境的变化，乃至众生的侮辱，法忍，那你各位你要剔察法忍，你要去思维空性，就像打坐，打坐是不是找自己麻烦啊？本来又找自己麻烦，垮了睡觉多好了。啊，脚又酸，腰又酸，强迫你的思想要去定在某一个点，思维大悲心，思维空性，啊，思维呼吸，困不困难啊？我发觉我们台湾人就是喜欢参加法会，不喜欢打坐，很麻烦。但是佛法是心里面用功的，啊，你不是心里面你念阿弥陀佛后你不观修，那功德少一点，啊，变成唱歌了。啊，唱得很快乐，唱到哭很快乐啊！师父，我很快乐。你自私，你哭干嘛？你要想众生苦，你有道理啊，感动。因为你没有，你要用心去思维六道的苦，六种光，六道如何苦，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思维。六道都有佛性，都是父母，那你要去思维。啊，这禅修是让我们专心，然后我们看到真相，叫止观。那各位一定要花时间，你不花时间。会很粗糙，生命做事会很粗糙，所以有时候我经常喜欢去德国、日本，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民族还真很禅修啊，啊，在美国、澳洲还有点浪漫不禅修，啊，但是他们做什么东西，做车子、做药、做眼镜，我们都要指定蔡司的哦，日本要什么和美的哦，顺便广告，啊。因为他们用心了，这也是一种禅修的好处。很多事情想得很细，所以我们地图很多都是以前日本人留下来画下来的，啊，还可以画得这么细。
所以我到德国的餐厅去看，德国的超市、德国的街道，哦哟，这些都经过百年规划，仔细了解这个思想，我觉得我们应该学吧。每一个人民主的特性，所以你要禅修，禅修要用心所以各位呢，那你要去想清楚，这个也是个安忍，叫剃察乏忍，你要看清楚，念一下缘起甚深。所以佛陀说，断贪欲的要修不净观，要断嗔恚的你要修慈悲观。你要不想要去修，你的贪欲嗔恚永远在；断愚痴执着的要修因缘观，那你要去啊，对自己要思维十二因缘，对众生要了解我们跟众生的因缘那你这样才可以断除愚痴执着，你才会开发甚深的维系的智慧。就像我们常比喻的，你要穿针引线，你要很仔细，对不对？像我就要拿起老花眼戴着，不然你怎么穿过去呢？因为你人到40岁就告诉你，哦，要死啊！开始老了，头发白了，对不对？骨头硬了，那就开始走下坡了，那如果走下坡，早一点死还快乐一点，慢慢死，对吧？慢慢老。所以有时候我想，完了，我老了连大小便都不行，那怎么办呢？法师还人家还给你包尿布嘞，法师，所以也会觉得很丢脸，所以要好好的修，累积功德。各位没事赶快送老人尿布，免得你老了被包尿布啊。像我一直送拐杖，海涛法师出来拿个拐杖，拐杖，坐轮椅的拐杖。那这样不好意思，让别人觉得可怜所以那你要修啊。所以我师公正华长老海涛早一点跟师公住几天，早上带你打拳。所以我师公到90岁还把手压在地上给我看，来你弯弯看，我摸到膝盖而已。你看这个，我摸到了，对不对？所以。因为他说，你为了众生，你要运动，要身体要好，声音要洪亮，精神要好。生病是一定的，但是最后一分钟你还是要努力，因为这个身体是我们的道场，对不对啊？那你也不能，所以各位你要去安忍一切，要思维再来最后一个心来念佛心。对了，念佛、诵经、持咒，这是广义的。意念三宝就是要让你保持菩提心的保持不退转的。所以我们再复习一次来，对自己有惭愧心，对父母有孝顺心，对众生有报恩心，对三宝有信心，对因果深信，对解脱有出离心，对众生有大悲心，发起菩提心，思维空性，安忍心，念佛不退转心那希望大家以这些心态集合起来，这合起来就是我们在修行的佛性，来用佛性然后来受报观斋戒，来点灯，来放生，来做各种的功德所以请翻到42页。第二，开导善男子、善女人等，汝等即精勤恳请可尔，为汝等做八戒本师，所有语言听我开导。夫戒者，如来利益众生之所悟，贤圣修道之要皆，三机等见。所以各位要发起深信因果的下士道的人天福报，进一步呢要解脱轮回的出离心，进一步呢未成佛的大悲菩提心那不管你追求什么，都可以从八万斋戒得到这个功德，不分在家出家，七众通收。虽然我们守出家戒，你八万斋戒没守好，你守出家戒没意义那你八万斋戒、出家戒没守好，
那你出家菩萨心、菩萨戒也没意义，并不是说我今天受菩萨戒，我就可以不理会无戒八关斋戒，那是错误的。啊，只是各位在家菩萨没办法天天发了菩提心受菩萨戒，没办法天天受八关斋戒，至少也可以六天，来这按照地藏菩萨叫十斋日来受持。或越三途而直趋人天，持戒不会堕落三恶道；或超有漏而净登觉岸，持戒可以超越轮回而得到念一下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佛菩提啊，这叫三种菩提，看你要得到什么样的菩提。五圣运载戒为酬暇，万善克备戒为基本。各位于今天来到新殿大明讲堂求受八戒者，先当了解八戒明题。所以今天是六斋日、十斋日，更是地藏王菩萨加持日，所以今天要多念。来，本师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消除罪业八千劫啊。所以今天是九九九，是吧？农历九月十九啊，所以新历九月十九，农历七月二十九啊，这几天都是这样啊。所以有殊胜的加持，所以先当了解八戒明题，次方以汝等一一传授之。然此八戒名也八关斋，关者金币之意，为金币八事不放故；斋者其意，以过中午不食为斋体。各位这个千万要记住，千万要记住，因为各位回家了晚上有时候就会忘了啊，忘了在守戒啊，然后呢就摸香的肥皂啦，躺在床上啦，脱袜子坐在床上也可以吗？这些都犯戒了啊。他们看电视啊，我们也听听两句啊，那你要保持，也不是光外表，内心里面回到家要保持六念法很困难的啊。所以各位，你要觉得为什么说在五浊恶世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修行成功，超过在佛陀正法五百世出家的功德，净土百年的功德啊。当然很多人觉得这样，所以我要守八关斋戒，但是内心里面没有如法受持啊，很容易犯戒破戒，就要非常小心啊，特别是过午不食。所以八事出铸成清净斋体故，尤其外在八事，内在斋体共相支持，又名八支斋法。须知斋一名戒，佛所制定故。我们佛教徒做什么事情要按照佛的教法去做啊，那这个才是符合佛法。外道都有持戒，持戒比我们严的都有啊，禅定修的比我们深的都有啊，读经啊背下来都有啊，啊，所以但是呢，那有时候跟解脱不相应啊，就近不就近而已。那我们受戒是按照，所以在印度六斋日本来就他们就持戒，因为他们认为鬼神干扰，善神加持，做好事得到善神的加持，做坏事鬼魔会来抓你，所以他们就干脆不要出门啊，所以不敢做任何的事情。那佛陀呢，中道啊，那这个是个现象，世间真的有这个天神鬼魔，天神护持，鬼魔干扰，那这样如何能够超越？那我们只要守八关斋戒啊，你就可以超越这个。所以戒一名斋，其身口意三业故，最重要了，修行不离开身口意啊。以身业起，则无杀盗淫种种秽恶业；口业起，则无妄语恶口两舌起语种种过失；心业起，则无贪嗔痴慢疑这种烦恼，造成解脱轮回的业因。所以各位，你一定要问问别人，或者不断回光返照，我这个人有没有改变？修行就是一种改变，身口意的改变。如果各位今天来受一天八关斋戒，回到家里，你家小孩子下课了，他们觉得说：“老爸，你怎么看你今天不一样？”那你才成功了。况你个赶快那傲嘟嘟啊，啊，蓝罗明，还是那个威仪不好，
你有什么不一样？你受了一天报完再见，那能赶快呢？啊，没感觉。你要问你儿子，老爸今天受报完再见，要干嘛？哪里不一样？啊，如果说本来你很凶了变不凶，本来你很冷漠了变客气，本来你不会去帮人家的更积极，哎，今天你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今天受报官在接啊，还有一点感觉吧，啊，所以各位要做出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佛陀为什么要给出家人穿这个衣服？跟人家不一样，不一样，人家从你这个不一样去观察你，你这个不一样有什么特点啊？为什么你要光剃光头？为什么你要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除了可以自利，又可以利他啊！这个叫不犯威仪，这一点一定要注意，让别人对你的。因为人最大的痛苦就是说他不改变，所以有个小孩说来找我，师父，佛教讲的，我可以换一个爸爸吗？我可以换一个爸爸吗？啊，可怜哦！我说你要换你的心态，你得到什么爸爸？你嫁给什么坏老公？那是因为你自己的业，你对不对？你要改变非常好，那改变不是把你爸爸换掉，是你要改变你的心态，你有惭愧心，搞不好过去你就是你爸爸的爸爸，你怎么虐待对方呢？现在他怎么虐待你？那你改变心态了，心态改变，你爸爸就会改变，是吧？那佛教万法唯心造，所以各位这一点要不要改变？下回我在站门口，没改变的不能进来。点点来，点点来，变佛门老油条，制造我们的困扰。所以因为这样，因为你不改变，人家没意思嘛，对不对？像每次医生问我给我药，师父，你这个吃药有用吗？有。医生，我把肌肉抓住，无好无好，其实是不想好了，因为他不收钱的嘛。但是你总要想办法让对方有啊，所以很多信徒拿药，师父你有没有吃？有，我谢谢你不吃，不吃他要伤心啊，不痛苦，痛苦啊，有了，布施给众生吃。有些人拿给我做烟供去了啊，那至少我转给别人，因为我自己吃不到的话，他有好心嘛，利益众生啊。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秉至虔诚，内以六念尽其自意最重要了，外以八支，内以六念身口意完成。第一个念佛啊，才会升起悲心菩提心啊，佛陀对我们的慈悲，佛陀愿我们成佛，引导我们成佛，慈悲导师。第二个念法，所以各位要来念一下，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不要光看一本经哦，我只喜欢地藏经，我只喜欢的，那佛陀讲这么多经你都不看啊，佛陀讲的经律论你都要看，那这些也不是光看，那你要成佛，那你要按照这个法去实践啊。那佛陀讲了不离开刚刚讲的，从自我惭愧心到念佛心，那你要去实践。第三念身，人天福田，那这些诸佛菩萨的化身化现神菩萨身前来引导我们啊，所以让我们有福报种福田，所以七月份大家供佛特别斋生呢。第四念天，只要我们好好的持戒修行，保证来世升天，好不好啊？一定的啊，升天长寿安乐，更重要的都算那天，都算那愿，往生净土，十方净土。第五念戒，要达到这样，我们就要好好的持戒，清净身语。这个持戒就像各位你去。车子脏脏的，拿去洗一遍出来，又给它加蜡，哇，好亮啊！净化了啊！你只要好好的持戒，然后呢，身口意都净化。进一步念布施，大乘佛教更要利益众生，布施得到人天福报，布施可以广结善缘，布施可以成就成佛的资粮啊！所以回向布施，普济贫穷，所以外在以八条戒律约束我们的身与口。第一，不杀害众生；第二，不偷盗他人财物；第三，在八关斋戒时间，男女之间全断淫欲，好不好？多好啊！内心没有欲望才是快乐。所以各位不要再去想谈恋爱啊，什么得到爱情啊，得到别人，因为这个是很脆弱的心态。那你要坚强，那你要我不需要这些，我还要付出慈悲啊。
所以不要有男女的性行为。如果你有，那你会觉得很惭愧，那你要练习，你要很练习，最后把它断除掉啊，并不是说只要八斋日其他我可以乱来，那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你还是在家人嘛。但是佛陀就希望哪一天我们要全断淫欲，那你才可以解脱生死吧。所以现在你不得不应付你先生，应付你太太，你要有惭愧心啊，念到嗡嘛呢叭咪吽啊，因为没办法嘛。但是不能有那种，你要有一种爱染享受心，那就不好了，对，对你自己修行没帮助。乃至第八，过午不食，离非食食，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成为出离世间。这个出世不是离开世间，是不被世间污染。就像各位现在我们就在世间所报万斋戒啊，晚上晚餐好不好吃？好啊，但是今天不吃啊，要对不被世间污染，要练习这种心态，那你就如莲花一样啊，那将来就可以出离轮回，往生净土，解脱生死的根本。汝等今者一一闻之矣，果能如法禀受佛，能如法受持。公蒙一遍，较大声。能如法受持。希望做到啊！我久久回来一次啊！我现在越来越会看人，那关呢？我们在这个像恭维，我只好看摄影机就好了啊！因为人一定要改变啊，要改变，要进步啊！身体可以老啊，那心要永远进步啊！对世界众生的关怀要大，而不能说在我的范围。十年前问我那个问题，十年后还说师父，我儿子怎么办？我说你儿子都大了，你还问我儿子干嘛？啊，每天都问同一个问题啊，那代表自己盘旋在那一个漩涡里面跳不出来啊。好。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Hello, I'm FDA Director General Shou Meiwu. Taiwan has approved COVID-19 home test kits. They're available at pharmacies and other approved outlets. Please look for the government approval number and expiration date. Read the manual. And wash hands before testing. Afterwards, place the swab and test solution in a sealed plastic bag. For those in home quarantine, if you test positive, call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r dial 1922. For others who test positive, avoid public transport and go to a local screening site. Bring your kit in a sealed plastic bag and hand it in. If you test negative, seal the kit in a plastic bag and dispose of normally. Please follow all measures and practice self-health management. 再被狐狸骗一次。爷爷奶奶，我来了，来看你们了，而且还带来了你们最喜欢的香肠。就在小镇兴奋地骑着机车回乡下看望爷爷奶奶的路上，他突然看到了前方路上有一只狐狸，正口吐白沫，绒毛自张，肩甲抽搐，似乎中了毒。一只成年的公狐，太棒了，这张狐狸皮能换不少钱呢。那只公狐看到小正骑着机车朝自己过来，显得更加惊慌，他挣扎着想要逃跑，
可没跑几步又再一次摔倒在了地上。此时小郑已经赶了过来，他将机车停在了路边。今天真是太幸运了，竟然能白白捡到一只大狐狸。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刚才他还在奄奄一息垂死挣扎，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变得这么灵活了呢？突然小郑听到了身后传来了一阵声响，他急忙转身看去，却见一只母狐狸正跳到自己的机车上偷香肠。哎呀，不好，真是太可恶了，原本想捡狐狸的便宜，却不料被狐狸捡了便宜。沮丧的小郑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乡下爷爷奶奶家，并把路上的遭遇告诉了他们。就这样，原本带给你们的香肠都被那两只可恶的狐狸给叼走了。那只狐狸是看你穿着文雅，知道你是从都市来的，所以才敢用这声东击西的把戏来骗你。那些狐狸狡猾着呢，没接触过他们的人都很容易上当的。可恶的狐狸竟然连我都敢戏弄，哼，要是让我抓到的话，绝对饶不了他们。好了，别跟狐狸生气了，不就是几根香肠吗，丢就丢了吧。是啊，那些狐狸是山里的精灵，他们很有灵性的，即便以后他们真的栽在你手里，你也不要伤害他们。难道只许他们骗我？哼，这口气我咽不下去。自从那次被狐狸骗了后，小郑心里就不是滋味，除了受骗的恼怒外，还体味到了一种被小瞧的愤怒。他一心想要报仇，因此经常打着去山林里砍柴的名义去寻找那两只狐狸。奶奶，我上山去砍点柴回来。家里还有不少木柴呢，等快用完了再进山砍也来得及啊。没事的，我在这里的时候尽量多砍一些，等我走了，你和爷爷就可以多用一些日子了。嗯嗯。小郑真的长大了，懂事了。他是借着砍柴的名义去山里寻找那两只狐狸，这样的小聪明是瞒不过我的。哦，他不会伤害到山里的狐狸吧？你放心，山里的狐狸都狡猾着呢，别说他了，就是经常进山的猎人，有时候都会被他们给骗了呢。他们是山林里的精灵。哇，好累啊，那两只狐狸真的是在这片山林吗？我在这里找了那么多天，怎么连一根狐狸毛都没看到呢？哦，什么味道？好臭啊！是狐狸发出的一股骚臭味。他一下子兴奋地拿着柴刀站了起来，然后四下寻找。就在小郑用柴刀拨开一丛杂草时，突然一只狐狸嗖的一声从树下一个幽深的洞里窜出来。小郑一惊，急忙朝那只狐狸看去。那只狐狸突然重重地摔倒在地，显得非常痛苦的样子。没错，就是骗我的这只公狐终于让我找到了。怎么回事？刚才跑得不是挺快的吗？怎么突然一下子受伤了呢？难道是刚才他被什么绊倒了，扭伤了脚？哼，你这个家伙可真有表演天赋啊，竟然还想故伎重演引诱我过去。只要我一走近，他就会逃得比兔子还快，想让我上第二次同样的当，简直是痴心妄想。他这次不会是真的受伤了吧？上次他骗我是为了让同伴偷走我车上的香肠，可是这次我什么食物都没带，他骗我的目的又是什么啊？小郑想到这里，突然看着树下的那个洞，一下子想到了什么。我明白了，你是想把我引开，因为你妻子还在洞里是吧？一定是这样的。哼，我偏不走，
你逃就逃吧，我等着逮你的妻子。小正已经下定决心守在洞口，只要洞里的母狐一露头，他就一刀砍下去。不用白费力气了，就算你真的死在那里，我也不会过去的，你是骗不了我的。公狐似乎听懂了小正的话，他用恐慌的目光看着小正。这时候洞里微微露出了母狐的脑袋，公狐见后大叫一声，母狐立刻将脑袋又缩了回去。我说的果然没错，你就是想骗我离开，从而让自己的妻子逃离这里。他们就这样僵持了几分钟，那只公狐大概明白他的骗术已经起不了作用，于是也不再继续装下去了，他蹲坐在了地上，怔怔地看着小正，显得忧心如焚。怎么样，焦急吧，失望吧，那是你自找的，你以为我们都市人全都是那么好骗的吗？哎呀，他这是在干什么啊？天哪，他这是疯了吗？就在小正的视线被公狐疯狂的行为吸引住时，只听见嗖的一声，那只母狐趁其不备从洞里窜了出来。哎呀，不好，可恶，还是让他跑了。原来是这样啊，公狐之所以想骗我离开这里，是为了让母狐带着孩子逃走啊。啊，好黑啊，什么也看不到，不过里面一定还有小狐狸，一般来说狐狸一胎至少要生三只的。就在小正俯身查看洞里情况的时候，身后传来了公狐一声凄惨的叫声，小正急忙看去，只见那只公狐又一次地撞在树上，这一次它伤得很重，它虚弱地趴在地上，公狐瞪着眼睛盯着小正，他虚弱的心想，我的确受重伤了，我逃不了了，我真的很容易就会被你捉到的，来追我吧，快来追我吧。小正愣愣地看着倒在地上虚弱的公狐。公狐里现在所做的一切，从本质上来讲仍然是一种骗术，他想用自我伤害的方式骗我离开这里，好让母狐狸一只一只把小狐狸转移到安全的灌木丛去。面对这种骗术，小正虽然能识破，却无力抗拒，他决定再被狐狸骗一次。这次我可以轻易地将他抓住，但我不能这样做，不用看我也知道，此时此刻那只母狐狸正快速地转移他们的孩子。终于远处的灌木丛里传来了母狐狸悠悠的笑叫声，声调平缓，犹如寄出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哎呀，这个家伙不会又要飞快地跑掉吧？难道他一直都是在装的？我又上当了。老公，危险啊，赶快走，快走！老公，不要啊！照顾好我们的孩子，快走！哎，你走吧。爷爷说的没错，他们的确是山林里的精灵，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儿，为了让我上当，他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全他们的。